各位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不介绍游戏，拜。没有啦，我今天下来预告一下，从明天开始呢，咱们电玩宅速配小组就要前进日本。没错，就是那个东京电玩展。没错，就是那个 Showgirl。没错，就是最新的游戏情报啦。不啰嗦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年的电玩展盛况吧。想到历年的电玩大事，东京电玩展一定会是在名单当中啦。这一次电玩宅速配将与呀呼合作一起参与东京电玩展盛事，除了日后将会有5集精彩的节目之外，每日粉丝团也会为各位观众们带来第一手电玩消息与现场情报。不能参与电玩盛事的粉丝们，你们的留言也将在节目中呈现。当然除了电玩情报，现场自己 Showgirl 与口水互动也是一定要有的啦。看到这些历年来的画面，是不是意犹未尽呢？明天开始，电玩宅速配也会有每日新闻。2014年东京电玩展。